日前，叶璇微博晒出一份连体婴摆设礼物，有网友留言：“你也应该生了，亲爱的，丽颖都生了。”而叶璇就大方回应：“早就生完了呀，疑似表示已经生子。”对此，记者联系到她的经纪人王女士，对于叶璇称自己已经生子，她听到有此情况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并大方表示：“没有这回事儿。”直接否认了该消息。